豆豆可以做什么吃？妹妹可以做豆浆。豆浆啊，对啊，你喜欢吃吗？喜欢吃。好的衣服味道。哎，芬哥回来了，去看一下他买了啥好吃的。徐涛，你坐这里干嘛呀？你是不是在等我啊？对呀、啊，等你啊，看你带了什么好吃的回来。来，给你买了两副猪肺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这个做起来不要太好吃啊！他们都说不吃。小店门前传来，大家看我手艺了。鱼塘，嗯，那两个小家伙呢？落在那边呢。不用太久。再给我吧，你去雇他们两个吧。好，那你回去做吃的吧。好。人来人往里，满是善意。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，你也想念吗？不追不赶，慢慢走回家，就这样虚度着年华，没钱洗一下，我说这个洞里面很干净，好，捞出来，把猪肺擦下水。妈妈，我来帮你烧火。好嘞，那你烧得来不？我烧得来。好，这猪肺短短，给它下锅。日落之前，斜阳融在小河里。再加点盐，加点料酒，给它按压一下。妈妈，这个软软的肉好好吃。短短朋友打来电话说他在等，不会吧，擦过水他切的时候就不会跑了，等会看呗。好的，不完的话题餐桌摆在开门，好了，我们拉出来洗一下，把猪肺切一下。换个小雨，哎呀，还是给楠楠说说了，超过水了，还是软一下软一下的。去哪里？因为今夜的风还和煦。锅热下油。这是最平凡的。下姜蒜。给它炒香。加点盐。下猪肺。给它炒干水气，放入料酒，放入生抽，加入青红辣椒。最后放点蒜苗，翻炒一下。好了，可以出锅了。生活可以不那么复杂。芋头，你动物的内脏还是要少吃点，你刚做完手术。我就吃两块吧。爸爸，哎，哥哥呢？哥哥睡觉啊，妈，你先吃吧。找到他。